个绿豆。打谁都得猥琐，就很烦。老的一，这个东西，他偏偏就有人要看，你怎么办？我靠，我还延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埋伏人也没用，打不过。碾碎他们。埋伏人也打不过，只能过来挑个舞，猥琐。我带错了，我带的是魔抗，刚才在下弦忘了换了，太难了。我跟打野交流一下。全军出击！心里有数啊。OK。我以为又三分头。我靠，我不敢出去了。我靠，好好看看小朋友，现在已经是淘汰，快跑快跑。我操上来就锤我，我不能还手，还手很痛的。哎，我这没法打呀。很快这儿就什么都没剩下了。偷一个冰巨皇，没办法。好痛。太二了，拜拜。是无用且垂死的心。我不跟你打可以吧？哎，你强是你强，后期我更强。这也拿刀。崔伯伯，我帮兄弟，真的宝宝，他没带点燃，还行。你耗一下。枯萎有了啊！我吃药了。枯萎，心里有数了吧？跑！哎，我操，你这么一点血，你二级吗？你这个。他二级，他没有药，他过来帮忙，我以为他，我醉了，你这个你是哪叫帮忙啊？这坑人啊！我还把药吃了，这也太捞了吧！这个人哪有这样帮的呀？你最起码要把红 buff 打了呀！这什么人啊？死亡祭祀就要开始了，你的内脏最起码要把红打了升到三级再来呀。兄弟，这波可以帮，讲道理，这波可以帮啊。听柳说，这波可以帮。还是自己猥琐吧。兄弟，这个时候是个好机会，你不在，我很难受。
这波绝对是个好机会，好吧？帮一波。这个时候来多好哦，要不然他就没了。他们在那边打架，说烦不烦？OK， 压进去了，拜拜。我不跟你打，嘿嘿，你扛嘛，我不跟你打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对吧？有些事必须一直掩埋。我不跟你打，你还有办法？兄弟。该来的时候来一波。没有黑暗，就没有破晓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这边在疯狂打架，我操 ！Shut down。我帮他守波线吧，现在要压进来了。我度过了许多危机。帮你守波线，帮你守波线。好像这个凤凰想要上去，那可以换个位置也不错，我上去帮他一波。你们的灵魂将会与神乘凉。来，我来了，别怕。对，来了，哎，有蛋的，怕什么？小老板上头啊！我都换掉了，他没蛋，这往后多捞。我绿豆侠起来了。推波线，推波线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哦，他下去了。哇、哦，那让我绿豆侠发育那就不是小事情哦，我只能这么跟你讲，那就不是小事情。Killing spree。我不跟你搞花里胡哨的，我就推塔啊、哎。绿豆侠就是一手拆塔快。拆塔快，拆塔，两层塔皮就很舒服，爽。单挑我不行，偷塔皮还是可以的。拜拜，偷发育到位，溜了溜了。拜拜，1700块，舒服。来个减 CD， 来个耀光，舒服。哦，我比他高一级，哈哈哈。但是我不跟他打，哎，我打不过。没办法，这是英雄问题啊，我们不跟他打，我就偷塔皮。哎，有说法，兄弟，这波有说法，这波有说法。哎嘿，哎哈哈，哎嘿，嗯，老的蛋狗嘴，强杀我绿豆侠，哎，不行的呀。我稳的耶、我不打，哎，我不打，哎，哭，哎，我不跟你打，
再来，交给你了。啊哈，你是不是啊？对不起，靠的就是一些智慧，智商碾压。舒服，起飞。刷起来，再吃波塔皮，美滋滋。哎，舒服啊，舒服，舒服。走喽，肥的一，拜拜。溜了溜了溜了，舒服。再TP过来啊，卖一个，再买个鞋子，非常的稳，哎，非常的稳健。来个点燃，让他想不到我有点燃。哎，哎，调职，哦。呵呵，激怒他，哎，消耗我还是很强烈。我不跟你打，哎，我不跟你打，哎，我消耗你，跳个舞，消耗。帝国亦可毁于谬言。哎，我跟你打。调皮啊，地调皮啊，地调皮是不是啊？我得点燃，跟我绿豆侠调皮。哎，中期我就有点东西了，好不好？到后期把你按在地上摩擦。哎，前面不跟你打，前面靠智慧。哎，嘿嘿，再吃波塔皮，美滋滋，舒服，快推。快推，快速度，速度，速度，推推推，一波塔皮，被子塔皮全吃，拉满，溜了溜了溜了。这个人并不是很聪明。1700块，回家卖个绿豆刚好。神圣分离者出来了，无敌喽！我给他高一级啊！我现在吊打他，他现在上来就得死，补刀就敲他头。补刀就敲他头，调皮就得死。来啦，兄弟！嘿嘿，你回家塔就没了。我看你回不，我也不打断你。嗯，哦。我也不打断他，打断他我拆不了塔。拆塔喽！他下去了，他死了。好，这个塔我的了，舒服。他心态崩了，他心态崩了。他明显心态崩了。对，没有黑暗，就没有破晓。我不打啊，没打，没打。调职神圣分离者，神圣分离者，打不掉，没蓝了，溜了溜了溜了。这敲人很痛的。
糊涂了，拜拜。哦，这么肥吗？上塔是没了。说话有说话，说话有说话，说话。意想不到吧，枯萎，一拐找死，一拐找交给我了，一拐找舒服，偷袭成功，枯萎，一拐找没蓝了，两拐找没蓝了，不行，一拐走死，秒掉，痛的。起飞，感谢石榴子酒保的大飞机。很快，好，什么都不会剩下。华玉喽。安稳发育，安稳发育。舒服呀。哦，这么猛啊！这个咋都崩了呢？赶快回家出装备，怎么冲成这样？八个头，有点难搞。不会吧？别这样死呀！不能这样死呀，这我打团没啥用啊，要被风筝放死。变回尘埃吧，你调皮，你搞不清，你搞不清情况了，你跟绿豆侠调皮啊，你跟我绿豆侠调皮啊？你打得动我吧？我操，这么多人吧？哎，为什么被一个辅助追着打？接受不了啊！我们队友全部。被一个辅助追死，一个一辅助一打三，未知哦，太 low 了吧，别，我靠，不帮他挡吗？烦恼之物们最好在墓穴，坏了，队友捞的不行，队友捞的不行，这咋搞？你想好了吗？你没有想好，你没有想好，你没有想好，你在调皮，你打我能打到六分之一血，算你赢。好吧，三狼头把你挑死，叠 Q， 给我复活，复活，将会被神圣分离者，不跟你开玩笑，1000块，爽。我得偷塔，我得把他们塔偷一偷，拆塔可快了。哎，这里怎么有个小兵？我拆塔可快了。交给我，我来守。
别出去打，打不过你们。2500块。撑住啊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，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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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拖住就行，啊，拖住就行。拖住就是胜利。开大招，开大招，兄弟！就你是这条纸，就你是这条纸，你们打得动我？你们打得动我？枯萎挂上，神圣分离，一拐招死，一拐招死，招死都得死。神偷鬼脸，现在知道绿豆侠的威力了。大龙收掉，哎，一个个神偷鬼脸搞不清楚伤害的。敢上我们高地的，哎，开大龙吃。复活反伤甲已出，上路交给我吧，你们去拿小龙，小龙要拿一波，小龙要拿一波，不能他们把龙都拿了，我有踢的，我有踢，我先带。我有踢，我有踢 ，TP 有啊 ，TP 有，给个眼，来了，到位上，三级大招，你杀我，你们杀我，来吧，就是能顶，你们打了我，怎么说呢？你们所有人的所有技能所有伤害全部都降了，当我队友真的是傻瓜啊，哎，又是一波摊灭，这很舒服，没用的呀，没用的呀，对吧，没用的，他们什么招都没了，什么招都没了，够了呀，我现在就是吸引火力，再来他一手进化，拿个龙，哎，开个塔，稳住了。OK， 就问你们下波团战还杀不杀我了？哎，还杀不杀了？打不动呀，对吧？你不打我也不行。好，你交给我吧。我们继续稳着发育，给他们推推过来，再把他们一波灭掉，推过来再把他们灭掉，哎，让他们膨胀，给他们推，好，我来了，过来继续教他做人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波我有进化啊，调皮，哎，他就他敢点，就敢点高地，我海底捞了，推继续没错，哎，推没错，哎，推不理你，你打不动我的，一个大招，一拐爪给我死，进化一开，一拐爪，你在这输出我，还输出，输出我，哎，输出我，枯萎，你输出，哎，来落地死，落地一个拐爪，不解释，不解释。枯萎，一条蛇，哎，来一波灭一波，继续发育，很舒服。反皮水马上要投了，对面，对面要投了，受不了了。复活，516啊，不谈。他女警被我一个 Q 打死了，嘿嘿嘿。啊，推他们一个的。哎，我下波有闪现，这个这种交给我了，铁石，哎，走，哎，
这波想抓我不可能啊，不给机会，直接溜，直接溜，不给机会，我不会白死的啊，不可能白死，白死是不可能的。先防御哈，想好了吗？溜，不跟他们打。他们不敢动我，我的防御能力有点离谱啊，300护甲，开打巨肉。再给你来一个满奖啊，来一个治疗，338，护甲有点高。准备大龙啊，准备大龙，地跑枯萎地拐倒，兄弟收吃的消，吃的消吧，哈哈，一个 Q 懵了，一个 Q 就懵了。女警怎么讲，女警怎么讲，来风筝打我，没事，地拐倒，不好意思，一拐走，一拐走，一拐走，你受得了？好，没了，一个 Q 没了，无敌，拆将超快，一波结束，一波结束，能扛，能打，能跑。好像一波不太行，没兵线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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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大龙大龙大龙，大龙碎掉，大龙碎掉，一波来不及啊，太狠了这个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收了收了，再收小龙啊。拆掉这家小龙，他们打不动我哦，打不动我，385的护甲，他这个装备没用啊，点我一不掉血，我站着不动给他点他都点不死，还没有回得快啊，他哟掉的一枯萎，想好了吗？你们怕是没想好，你没想好，没想好，没想好。你在这，你在这，你没想好，没想好。哎，神偷鬼脸。我说，杀我，杀不了的呀，杀不了的呀。结束，这打也打不动我呀，这打也打不动呀，不掉血，这塔打我都不掉血，就如同一只怪物一样，怪物一般的格挡。